杨凤琛是知名艺术家杨英峰的第二代，从石雕泥塑到不锈钢雷射，他追随着父亲的脚步，学习了景观雕塑和雷射艺术最前卫的概念与技法。他也发扬父亲的理想，将光效雕塑和雷射艺术与景观环境做了完美的结合。公视艺文大道再次播出杨凤琛先生专访，纪念这位远行的艺术家。